一杆清台最大的秘密是什么？之前一直都没舍得告诉大家，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告诉大家。站姿入位，姿势不标准会影响出杆后的结果。错误的握杆会导致发力不透，出杆不稳。我们先放一颗白球在桌面上，常规情况下，手架距离白球在15到30公分，杆头尽可能的靠近白球，小臂与地面自然垂直。记住这个位置，这里是适合我的握杆区。哎，我等一下，有两个小问题需要注意一下。双脚和手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，不然站位会不稳，趴下去才瞄准是错误的。接下来听好喽，首先身体面向进球线，把球杆放在进球线上，杆头尽可能的靠近白球，重心脚踩在瞄准线上，左脚向左前方一小步。一杆清台你也可以，台球就这么简单。